复活，像是拉丝机，但是我桌上牌桌就是 MVP， 上不下自摸，几牌不嫌多，出牌让你头晕难以捉摸，要不就冲一个不要错，跳着吧大神。运镜的来，欢迎收看《挑战吧大神》。好，这是我们的棋牌类节目，在我们节目当中呢，挑战60位的成功，可以获得百万名车。没错，欢迎各位观众踊跃报名参加，电话是02-8793-5802，02-8793-5802。好，马上欢迎我们今天的4位的参赛者啊，第一位呢是在上一集呢挑战成功啊，我发片的巨星啊，但是赏金被我守住了，真的很抱歉。偶在你心里，偶都在你的心里面啊，来欢迎陈水义。好，谢谢陈水义，我在你心里恨熊熊，好不好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因为他说没事啦。我，你不是孩子很小吗？才大二。大二，对，要吃比较多便当。带服，好，带服。对，我带了6套衣服来。啊，你带6套衣服来，那你会带5套回去哦。不会，第二套的第二套，因为上一套是自备嘛。对对对。现在这是6套的第一套，我们看他6套会穿几套。好 ，OK， 好不好？好，欢迎陈水义。在接下来就拥有心，永远我心目中的女神了。女神，哎，马姐，你看这双腿，你看，真的完美，30年不变，真的没变吗？谢谢，感谢大家不嫌弃，对对，开心开心。你拍打了好不好？我拍打的不是很好。那要不要退通告？不要这样，你可以跟女神打牌。我今天也带了6套衣服来。你也带6套。好了，好好打，加油哈！欢迎马斯利。好了，接下来是我们报名参赛的我们观众朋友们，好，来我们欢迎的是，哎，苏轩红，来欢迎。好，轩红从什么行业？我是一般上班族。上班上什么班？我在公关公司啊，就是公关公司啊，不错不错，上班时间比较长一点。是做公关呢。好了，加油哈！好，谢谢。来，接下来哟，姓好特别哦，姓袁。袁啊，原始的袁啊，是哇，好特别哦，袁雅蓉，来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袁雅蓉。雅蓉，你应该是做美食节目的哈。对，胡天蓝，这个好像你像不像？很像，很像，很像胡天蓝了。这个像，很像。是，你像一个家庭主妇。对，奶哥，我有一句话想跟你说，我是你的奶粉，救命！真的，他结婚了，他结婚了。人家是韩粉嘛，我是他的奶粉。奶粉，奶粉。所以啊，韩粉什么果冻哪有我好？奶粉比较好。奶粉比较补啦，是不是？真的，对不对？吃得饱。好了，那今天希望你能够打到最后的这个决战北风北。谢谢你，既然我是我的奶粉，我就好好放个水哈。谢谢。如果是的话，好，谢谢，欢迎思威。来，马上是我们的东风三缺一，东风就有一个要被淘汰哦。哦，好紧张啊。来，8点，8点，马上来看试驾盘，看庄家陈水义、苏轩豪、马斯利、袁雅蓉，好。来，庄家出赛。南风，难呐。跟打南风，打南呢？我也打南风，很合群哦，真的和乐融融的一家人，真的。没有南相公，北风。波当。东风碰碰碰碰碰哦，有了吧？要喊，喊了就有了。真的，原来在你家。哎呦哇哇哇！马姐很有精神啊，好大声哦！马姐，来，马姐，赶快给你碰身连，碰身连连的，很好啊，这个牌。那这样怎么办？我还这样对吗？对对对，没错。对哦，没错。那我该怎么办呢？可以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哎呦，无名，哇，都好甜，吃，好吃，还要和好，九万，被叮了，这么美丽的被叮了啊，对，叮的满头包，六万，哇，九饼，好，哎呦，吃对吗？哇塞，对啊，哦对哈。
你是在冲啥你啊？你声音那么多啊你啊？芭比，制造一点声响。不是，我看错了。吃发财，发财，发财。哎呦，有三铺喽。七万。袁亚荣三铺喽。很紧张哦。还碰一只保安要打六七万。哦，好难玩哦。南玩万北玩，哪里好玩？你带我去，带我去五玩，他也想玩。对，我也想玩，看哪里好玩。五万没有，五个人玩啊，五个人玩，玩太多人了，哎，不玩。哎呦，杠上花，哎呦，吓死人，杠上自摸，来，哎呀，打出去，哎呀，九万啊，安全安全，大家都打了，哎呀，惨嘛，惨，好紧张哦，哎呀，哎，惨嘛。双眼皮，双眼皮，哎呦，你学不学我们节目学很多吗？我看你，他是你奶粉啊，对呀，奶粉的，奶粉。二锁，二锁。叫双眼皮。对。那我也有双眼皮，哎呦。因为大家都打双眼皮。没事。哎呦。放好，给观众看一下。要给观众看了，马姐。哦，对，忘记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好了，就是那张，对，对吗？对了，是的，没错。我好急哦！你这样子吗？不是因为打他了，就不能没有，我是我不想碰他的手，不想要手滑，机关枪啊，机关枪，没事。没有，我是我不小心碰到他的手。不想要手滑，机关枪啊，机关枪。没事，见光就不牌就不能拿回去了，不能拿回去。对，不能拿回去。为什么奶哥每次站的这个位置的时候，都会让你生气？是这吗？是的。不要输气，再随一个身上。三万，三个人玩。哇，下大雨了！下大雨，哇！下大雨，哎呦！在试花，哎呦，见花，哎呦，看花，哎呦，可怕！北风，安全，北风啊！此风不可长。夫妻吵架，背靠背，没关系，没事。八筒，妈比儿，哎呀，下大雨啊！到底有其他地方下大雨？哦，跟着下。哎呀喂！三锁，三锁。哎呦，干嘛？好生气哦！不吓人呐，九饼，好四饼，有没有？新菜，没有啊。哇！哦，好紧张哦。哇！没事，九万。哎呦！哎呦！我怎么叫的跟女人一样？被感染到。我怀疑你，还怀疑个梦境？怀疑哦，你要下车哦。反正带了，不带六套衣服来。他要全部穿完才要走了。庄家完了。哇！哇！天山饼呢？哇！三台。哎呦！你看，不是本来。开心，不太玩，牌一看就知道一四万没有了，怎么看得出来？四万只有一张啊！你看嘛，二三万哦，二三都打完了，都打完了嘛，你自己手上还有，你就知道这牌一万有人抓对。好，刚刚你算好了吧？东坡边张庄家，东坡庄家是你庄家，我看你衣服要不要先退回去？先寄回去了，快递先寄走，饭太少，800分，好，谢谢，来下一把。刚刚苏炫宏呢，已经赢了800分了，真的啊！那个衣服已经一套一套的寄回去了，到新竹了，到新竹。苏炫宏来，好，开门，十七，来看四张的牌，苏炫宏，马斯，你在爽什么？开心啊，这么开心，马斯利，很久没有出来了，还东风二而已，这么开心，就爽成这样的。来第三家，袁亚荣。哦，在你心里，在你心里，陈随意，带了六套衣服的陈随意啊，来出菜，好，准备慢慢寄回去。二万，哇，一开始就涨二万啊！胖丢一，胖丢一，谁会给他登呢？他没上，胖丢一，谁会给他登？东风，我们就照规矩来，要碰吗？没有。好，东风，西风。
不错。哇，你是怎样啊你？先给你吃啊，还很好。一开始就这样吓人，哎呦，好险哦。西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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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西风啊！好险什么？哎，好险没有乱丢，真的。看来有机会。嗯，杨蓉姐才一开始就放弃，才打六张牌的时候没机会了。白皮儿，你人生这么灰色，他很旺啊。红中，有时候他们都在帮家什么，帮家盖房子的，盖到后面别人住。哇塞，稀饭都开了，对耶，四锁，哎呀，这一张，真动真动，哇，这么美，有互相有互相，三万，哎呦。三万，这么美，可惜我吃不到。好，我吃一个发财。八万。一。补花。再补花。哟。我。我鸡。胖。哦。一四他都要。七饼。七饼啊，嗯，小鸟又拿回来哦，要把鸟忘了，缺鸟人生不过，八万，鸟忘了会很黑白，他有三个鸟，你们都听到鸟头牌爱扶好，一位要扶好，要扶好，八锁，八锁，嘿，哎，一花，这边哦。哎呀，那怎么办啊？讨厌啊！不开心了。嗯。什么？啊，不用不用。冲啊！安全安全。应该听着才会多美，才会很冲啊。安全不一定啊，他人生是就会冲。五饼冲冲冲了，吃吃。挑战吧，大神，来。六条。吃八条。哇被顶了！哇，白皮，白皮，看看，看看，冲啊！冲啊！哇哇哇！冲！三比呢？嗯，这么美耶！这么多人，这么多人，这么多人，哇！要不要再吃？别说我没照顾你。六条，谢谢。哇！他摸到卡士比丁，厉害！所以牌倒下来。你是猜对子啊？没有啦，他摸六条啊，摸六打六，哇！因为才打过之前，哇，对不对？这牌不这牌摸了，这牌胡定的了，六九条，真的，对，你看都没有，没有。你看，我都没有，我的也有哎，我的也有，我靠，都没有，哇哇哇！没有台屁股五百，恭喜，还好五百分没事，还好了，没事。东风的第三把，好是马斯利庄家，对不对？刚苏宣红，对，来，现在陈春义只有四千二哦，冲啊！马斯利五千五，苏宣红五千八，其实大概差不多四千五，好，亚蓉姐四千五，东风的第三把来看马斯利的牌，袁亚蓉，陈春义。苏宣红，来出菜，发财，大家发财，碰，哦，哇，真的，红中，红中，看我打得多好，对啊，第一张他就碰，嗯，白皮，白皮，白皮没有好有活力啊，真的，该我摸了吧，华姐很碰很好听哎，真的，对，音频很高，声音很，没有鱼板，只有白板，白板，对。白板，嗯，一击，一击，哎呀！马姐从头到尾都笑得很，怎么办？就马姐这样好，舍不得骂他，对对对对，没错，双眼皮啊，对哈，双眼皮，对。打麻将其实没那么难，哪些张比较好进，就留下来，嗯，对不对？嗯，来。九万活牌打活牌，好吃啊！二筒，二筒，我要吃，打四锁，哇，
糊了吗？不会吧？你刚打一条，他抓二条，靠三条，哇，真是太厉害！哎呦，我以为糊了嘞，真的，真的，吃到了，你要开心，吃吃一只好像。我想说，我这么早就放枪了，吃到开心了，没事。吓坏了，四万。那个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个马姐如果要自摸，你后面要跟他扶一下，我怕他会整个会，我怕他翻过去，对，会翻过去，双节棍嘛，哎呦，太紧张了，九童，别客气，九饼，好，哦，好听，哎呀，好好打，盖什么？冲，七条，七条，七条，看起来是听牌了。东风则没人打，再来，还有一只啊，二童，啊，我不要了，不吃了，这个真的今天太多了，三倍，今天太多了，对，嘿，哎呀，黑东，好，睡觉，睡觉，睡一下，关，睡起来，睡起来，站起来。睡吧，睡，睡吧，可以接受。插进去了，可以啊，插进去了。嗯，要什么呢？要什么呢？简单，要什么有什么。嗯，五筒，跟着你走。啊，跟着我走。二五一路，南风。现在还有南风。啊，地支呢？他一定有两九万。啊？哦，他有两只。现在没有用。九万，九万，哎呀，跟打没事。二万，双眼皮。好，好一个二万。二锁。二锁。哇，八万。还没听啊？为什么还没听？他吃到他开心，不会，他可以，我偷偷的笑一下。马姐可以光明正大吃，没关系。七万啦！他压抑，他压抑。对，这个不是什么花，他低调的开心。对，这个我怕吓到你们。这个不是做什么坏事情，光明正大的吃没关系。怕你们发现，双眼皮，才二万一对哦。哎呀呀呀呀，没得碰。二锁，第三把咯，现在成绩最差是九个人玩左，陈水有知道，他自己还自首，对，自首，四花补一个，杠上，哎呦，有没有？小鸡，小鸡哔哔，二锁断了，正花。花，哎呦，开花店，开花店了，哇，哎呀，漂亮，哎呦，水，这只很水，四筒，哎呀呀呀，反正你衣服都寄回去了，对了，没关系，想那么多干什么？也是，五饼，五饼。好难玩，好难玩吗？但我还是得硬吃了。哪里好玩？从头到尾一直说很难玩。哪里好？那是马斯利胡。哎呀呀呀！我这个根本没有牌的东西，我听这个都没有的东西。我一直实在是真的。牌才听的，但他丢牌。对啊，我现在吃他五饼才听的。好可惜啊！你没有放，我都上不了牌。不是，不会两个人的牌。你不会先打的兵，对，我不会先打。这个牌实在是真的，为什么那么？那二万他没有了。对啊，三道要听很久了吗？他听两千哦，那差不多。那我摸上来也是两千。庄家，独定，中洞，好，两张，两台，中洞，哦，独定的中洞，来，好，所以呢，加七百的扣七百，恭喜他哈。恭喜马姐。东风最后一把来跟他报告成绩啊，你们试到一下。好啊。陈水一4200，马斯利6200，马斯利一定过关了，稳稳晋级了。好，宣红是5100，啊。亚蓉姐是4500，所以基本上你们互补都有机会。对，这马斯利是不用担心，淘汰不了。来，加油啦！你们三个谁淘汰而已啦。奶粉压力很大。来，奶粉加油。奶粉加油。来，上桌。开门。加油。开门。
开门。对，按下去。不要不要跑到那边去开门，我走。跑出去又跑回来。十三，来看四下的牌。哦，袁雅蓉，请开。陈随意，宣红，马斯利，来，雅蓉出赛。北风，八嘎耿耿啊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哎呦，哇塞！不要听，可以低点听啊。九案，这样子，南风。嗯。啊，南风。紧的，挑战吧，大神。哦呦，七万。一直帮我们做广告。吃一只七桶，应该要的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么猛。东风。吃七桶，哎呦，吃七桶，哇！陈随意，搞不好又叫他衣服又寄回来了。不用，再买新的，再买新的，买新的，买新的，买新的。Rich， Rich， 有钱人，有钱人。对。再买新的，Rich，Rich，有钱人，对，买新的就好了。西风，好，好，上碰下自摸，我车，你听他讲，不要理他。八点二，上碰下自摸，你自摸我可以，你可以。北风，这么早就听牌啦？他自摸是雅蓉，雅蓉被淘汰。对，王，红中不会吧？碰。上碰下自摸，支持你随意哥。总统府七条，真的假的？太扯了吧！在旁边要打了，碰东就停了。太好了吧？难怪他说买新的。洗手进入下一场。哎呦，哎，拼牌嘞，拼牌嘞！哦，我牌烂了。对啊，云姐，哎，我马上就要放炮嘞。云姐也听了，你也听了，真的。所以我离开了。就站在旁边，看几排啊？对对对，叫东风庄家这两个牌，两台，所以很抱歉，我的奶粉不见了，我哭了，雅蓉被淘汰。好，来，南风逆转胜，哎，真是的，不争气，奶粉真的愧不好，愧还枉费，对不对？叫奶粉，有没有？没事，奶粉站在哪个旁边？我要上，他只为了站在你旁边。最后一把牌真的是好，很漂亮，很漂亮，很漂亮，对不对？七条过的话，四七秒有机会，没关系，下次再来，好不好？大概再隔半年，好不好？像报名人很多啊，我还给你插队啊。要排顺序，本来要一年的，好吧，尽快安排，谢谢。好，来。马斯利在我们的东风三缺一呢，累积了6200的积分。现在第二圈，你的庄家开门。我先按，对。好，来八点，南风逆转胜，第一把来看四家的牌，马斯利庄家，熊熊，哦，在你心里。好，苏轩豪，来马斯利出赛。南风，东风。东风，西风，碰，嘿嘿，现在会啊，装可爱，现在会调皮了，调皮了，北风，因为本来一直很怕第一圈就被淘汰，你知道吗？不要这样刺激啊，一头，红中，中。发财，杭州。对呀，亏很重要。打这种短命牌，六头就是。白皮，你想看四把牌要决输赢，哎，开杠，还可以摸来杠，你看看。啊，六条，先打美丽的。噔噔噔，哎呀。六条跟你打，嗯，跟上家打，哎，安全。南风，北风，嘿，三花，嘿，哎呀，黑东，嘿，熊熊吃一只，哎呀，熊熊吃一只，等，
六满。六满啊。六万六条呢，中间张啊。嗯，果然好的。一万。四花五花，我牌太烂，只能打这个。发财啊！怎么还没打完啊？对呀。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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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张好难哦，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到底怎么办？应该怎么办？都很难啊。不会啊。九饼很好啊。九饼。熊吃一只。这个很简单，黑洞。九锁，大家都门清啊，对啊，大家都门清，这把平门清，一摸三，嘿，对，选错了，谁踩到你了？一开始听门上字摸，脚被踩到，后来忽然转身，哎，怎么会这种？一开始以为是熊熊条，吃一只。三角裤，三角裤碰起来好了，啊，让有那个随意哥不用考虑了。对呀，气死了！我好像打错了耶。一丝汹汹，突然干。对呀。我怕唔掉去。七锁。七锁。北风。灯。红妆选你。我有这样吗？有。四锁。四锁。我有这样娇媚吗？三条。有。红妆。四锁。四锁。哎。哎。哎呀。好。就是要这样。就是那只对了，马姐对。对，就是那只对。我不要打那只。无名。冲啊！打我干什么？你这个牌不打五饼打什么？他这个牌你看，五饼上三六万，碰四万，碰七万，碰八万，上三六九万，全部都听牌啊！你们真的牌太漂亮了，牌白型更漂亮哎！对呀，哎。你不是衣服都寄回去了吗？他要买新的啊，他买新的。我叫助理去买的。庄家，门清，门清。哎呦，没有差点平手，还有两台，两台，对，两台，好不好？900分，哎，恭喜啊啊！来，我们下一把，好，拿那第二把来，熊熊庄家。哎呀，新的游戏。十一，第二把来看看试驾的牌，庄家熊熊，陈随意。苏炫宏，马思立，熊熊出赛。好，东风，请你。北风，我现在不要乱说话，不说话了。四饼先给马姐吃一下。哇，这么好的牌，那么早打干嘛？嗯，万一张我还没准备好，还没准备好，太急了。对，东风，好的。南方，胖，你在想什么？差一点睡着。北风，让假牙都喷出来了。砰！这这这，粘在我的嘴上。慌张。吓死人了！来，跟你帮马姐扶一下椅子，帮她翻倒，不用这么她翻倒，你知道？哎，其实马姐听得到就好。马姐真的不用那么大声，对，听得到就好。我们没有聋，他不是。制作人有时候大声一点的，可是也不还不用那么。对，但是马姐有一点，你不要太开心，因为男中是男中哎。不会不会，我中那我念中男就好了。中男是不是？你不要管人家带你摸牌啦。我关心他，而且马姐会有堆北方，北方更那个，不知道连着打。第三个碰会来不及，帮我碰过了，红中没得碰了，碰过了。我是很紧张，不要吓他，吓我。一万，一万，一万，我眼泪都流出来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好近的，马姐，你好开心哦！怎么办呢？白皮儿，二头，
冲！马斯，你现在900分，还好啦，还有300分，6锁。四条。哎呀！咚咚打咚咚。其实不是现在，你是今麦心碎，不是现在太小声，是因为马姐刚才太大声了，所以会觉得现在很小声。没错。三筒。哎，等一下，3筒，等一下。啊。我想一下。好。你要碰啊。1、2。好，碰好，我碰。大饼儿。我好怕他戳到我。马姐真的听，马姐好敬业哦，听得到就好。太生气。三万。马姐真的是吓死人，我太生气了。来照，碰，管他的。哎，哇，你二筒还碰得到？马姐，我们绝二饼，太夸张了吧？碰了他的三四饼，他就要碰。好，来，刚刚不聊跟四饼。就是行为简单，我差点把第4只3饼给吃掉。对啊，对啊，你看，好坏哦！你看，1、1、2、2、3、3，你看。对哦。我牌很烂。我被显微心机很重哎。哎，我喂你那么多哎，骗出我的3饼。骗出你的。这是一个交换，我给你。白皮白皮，你把我的2饼碰走了。哎呀！那没办法，安全。马姐，你这些全部都是我给你的，你真的吗？对啊。好吧，那算了。我记得，因为很大声，还有4饼。哇，你看，4饼，靠自己也行啊。4-7-1。哎呦，哇，这只不好哎，南风。哎呀，不要讲。你看啊，打了2对。碰。啊，糊了。糊了。哇靠！哦，马斯利连2炮。我骑2张就听3个洞了，真的，58万，我骑2张，骑2张中中就停了。哇塞，牌都这么好啊！对啊，我很烂，我也没有。哎，你不要不打给我，我有孤灯。哎呦，你的牌真的很烂呢，很烂。我258怎么那么少？不要笑我，哎，马姐，你不要笑我，是你放炮。马姐笑得很开心，又门清了，又门清了，又门清了，太夸张了啦！门清一台。门清一台，好，输了，差点又没有3个卡。他助理现在忙着采买。啊，还好，你现在才输1500，现在跟大家报告一下，陈水一下6600，哇，马斯利3400，啊，宣红你是5000，好，所以马斯利你胡他的一来一回有点台还有机会，好，第三把陈水一庄家。庄家一定是这样子吗？对啊。哎呀！刚才马姐跟熊熊都这样子。我是选马姐的。庄家陈随意的牌，苏宣红，马斯利加油！啊，熊熊，来，出赛，随意。南风，5花，北风。哎呀！你不要吓到他，不是有点红妆，怕被马姐吓到，所以我们请马姐很容易受惊的，容易受惊的，西风碰白皮，白皮再白皮再白皮，哎呀北风换我，哎呀白皮。摸牌一定是哎呀吗？哎呀，1饼，发财。这个牌过去一点。发财。嗯，好。啊，很好。1万，没打错。哎呀，没错。嗯，很好。哎呦，哎呀，小鸟。碰。哎呀，9锁。碰。8锁，哇塞，这个还没出耶，东风。嗯。嘿。2万。12万。哎呀。嗯。吃一个。单眼皮，一个人玩奶哥的人生。嗯。好多话。为什么这么哀伤啊？为什么奶哥是什么理由？奶哥选一个。我喜欢一个。你赚这么多，他出事啊。真的。5铜。他是乖巧的男生。5铜啊。对，5铜。那我先跟个1万好了，我要吃5铜。哦，2铺。
一饼。四条。那个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怎么办？我们怎么办？男生怎么办？我哪有像你这样？不是，我自己都好不舒服。你甩下半身吗？他甩上半身，你甩下半身吗？自己都觉得不舒服，自己都觉得害羞。六饼先跑，觉得好难过。二饼。谢谢你。到底多好。三饼儿。三饼儿。二锁。二锁不错耶。吃起来。吃了就听牌。吃起来。冲一支三锁。哎呦。哎呀。我快气死了。哎呀。息怒息怒，就是那张气气气，是麻姐对，不要气气那张，对，冲啊！哎，过了过了，没事，又猜了一二哎，又摸三，等等啊，不是看看哦，没吃你没摸，八比二猪血糕，碰，哎呦，好，好，对的，有人碰，九饼，没有。得了，奶罩。哎呀，九条杠杠。挑战吧，大神。哦。九万。南风。大饼。噔噔噔噔噔。大家发财。恭喜。哇哇哇！对倒。五八代发。五八代发。傻眼。他连他五六万三张。哇，我也没有得完，二万，他也一张没有，我没听，没了，四七也没了，还有八万呢，只有随意歌厅，没有五万，有八万，只有随意歌厅哦，哇，庄家发财西风哦，哦，你是五五六六啊，五六不能亡，没有了，五六不能亡，好，所以呢是三台，恭喜，看看马斯利啊，今天你看看。搞不好就要赔我们元姐了，真的，是不是？啊，来，这个你现在只能糊他的，因为你现在的分数只有3400，哦，他是5000，这样一来一往才有机会。好，马姐糊我没有用，对，你没有糊他也没有用，他7000多，熊熊没有，他也是陪打的，对，不是陪打问题，分数加，不是陪打问题，分数对，所以他们打我都要过水，对不对？我们只能糊他的，自摸也可以啊，好不好？来。先我开门，好，最后一把啊，东风，九，来，先看苏宣红的牌，好，马姐，熊熊，陈随意，来，宣红，出赛，下大雨，马姐通，五，哇，哈哈，东风。哦，陈水一连胡三秒，那牌都很快，很好，真的，进的都很好哎，就都会弄会进牌啊。那我刚刚五八万带发财，大饼儿，哇，白皮，男的，哈，男的打一对哦，对啊，摸到摸来的北风。哇，大饼也打一对，跟我一样，跟我一样，没事没事。怎么那么准？八条，发财，大家发，大家发财，一万，南风，
七条，说是不是？九饼，对啊，速度不错。三筒，三筒，发财。九饼，这张牌摸了。三条腿，都会是三条。 白皮，三万，哎呦，哇，糟糕，吃，怎么那么准？八万，好啊，早晚而已，好啊，九万，碰一局。 不会吧？谁一个？你要买十套衣服了。现在已经买八套了。七万先走一下。马姐加油！怎么办了？怎么办？三饼，有人打过。 谢谢马姐，跳动。Love you。嗯，中洞好吃的。小鸟，吃一只。二鸟。二条，二鸟。哇，这我好犹豫。一石二鸟。我可以想多久？一石二鸟。可以想多久？可以想。慢慢睡一觉，再过来。睡个午觉。我知道，这个时候的痛。对啊，你理解。那个耶。 那我就打发财好了，我要吃二手打发财。干嘛？他后悔理解你，后悔理解。发财不好。他不想。好啊。哎呀，有到又胡了，真的假的？连胡四把哎！太扯了啦！马斯，你放三炮。八万，哇，我这边已经抓一对了。太夸张了吧！ 是不是马斯利？是不是放他三炮？对，没有了。对，三炮一炮，三炮的一炮。对啊，彭中一台，彭中一台。天哪！天哪！哎，陈随意，八万的溃耶。你已经都加起来是8400哎，太扯了啦。所以呢，马斯利在我们南风逆转胜淘汰。哇！来，西风的，我伤心。冠军战，哇，陈随意。 我姓免了，我就陪打。他是我收到水利哥的庇护，把我带进来。马杰，我会开始在你去淡水玩。好，你要跟你做朋友了。而且马杰说他在我那个脸书当中。退战了。退战。还要去退战了。我退战。开始生气了。你现在在我们的这个积分池的是10400000哦。好不好？好。来，你庄家。10。来，西风的冠军战马上来开始试驾牌。陈随意。好，苏宪宏。徐乃丽。小熊。厉害的厉害。对，厉害的厉。好，出战。东风。 白板，哎，这只手哈，我不能用左手，所以哪个都每个位置都做对，所以有时候白板，有时候会搞混。南风，二饼，吃。 来的，好吃，西的，北风，碰一只，一击。陈思怡刚才连胡四把，真的很不容易哦。不容易，对，真的不容易，超强，而且都胡得很快，就是碰牌都好近啊，少见，哎。
不拍不留根的。哇，我以为三万，三万碰碰啊，好，哇，一万碰得好。我发现真的应该在哪个后面学打麻将哎。是啊，红中，你看啊，警告，高手就是高手。哦，花花，他说高手手气，真的。睡觉睡觉，哎呦，谢。熊熊，哎呀，熊熊，发财，碰，哇哇哇哇，过水过水，如潮随意。标什么？六饼六饼六饼啊！我看一下哦。陈思雨，我还是祝福你，祝福你六套衣服都用。八套，八套买的八套。八套，八套今天都两套是要出去玩，两套要出去玩的。加油！一套一套留到最后用。最后，最后拿车的时候，用拿车的时候用。哦，不是，要互换。妹妹不要乱说。八饼，六锁。哎呀，我无所谓啊。我无所谓。哦。无锁。哦，无所叫无所谓哦。哎呀，嗯，四万，哎呀，怎么会这样？嗯，放炮，对，红中，哇，怎么还有红中？哇，又是二饼。我们俩会不会太紧张啊？我要过水，你叫。吃啊吃啊！服了。划一台，牌倒下来，看看能多大。哪个才第一把？你干嘛过水啊？我刚碰错了，应该不要碰。牌很漂亮，结果都跑到，都越来越长，对不对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不会讲话。现在不会越来越长了。哪个报仇成功了？他帮你报仇了，真的。没有，我在我糊他了，不是他很苦心哦。只有发财一台，好不好？恭喜。刚刚我糊了一把是八百。好，一台，好，现在你庄家，好，不要莫名其妙就让他拱到第一的啊，好不好？莫名其妙，我加油。莫名其妙买了八，他一直放一直放，他就赢了。我刚碰错了，真是的。八点，好，西风冠军赛马上开四家牌，庄家苏轩红、徐乃丽、熊熊，好，哦，在你心里，在你心里，在你心里。苏珊，东风。九饼，噔噔噔，男的，北的，慢慢想，你又后悔了，太多了。哎，睡觉。我真的是太难玩了，杠牌 ，water， 都一万，喘大气了，你看，可惜，这杠二万，我勒勒勒，这个越打妈妈的越惨，撸大撸 Q 撸惨，我现在舍不得打这个，舍不得吗？自己再放回去，七万，哦，哇，有助力了，冲冲啊！出九万，真的打对了，不出，哎呦，嗯，等一下哦，来账，进来账，小鸟，紧张的气氛，哇，哇。就比较多人打过三条，哎，不要叫，怎么还有这样绝招三条可以摸？厉害了，懂摸？绝招三条，哎，七条，谁啊？七条，总统府没有人要。现在打总统府不会很危险吗？我冲，我没差，真的。九万，那要冲安章啊。打过的一万，来，白的，白的，哎呀，嗯，
八条。嗯，我这个牌应该也不多了。没洗。一万。哇！哇，打三个东，三东。可以呀。九条。九条，白眼白，哎呀。这牌都被抓死了。哎呀，真的。哎呀。哎呀。哎呀。牌底呢只有四张饼子。两个东。二饼。二饼。加油，薛红。谢谢你。这张安全。南风。哎呀呀。呀，还要花。三 flower。啊，刚刚摸到过了。四条。没人要。嗯，好像都没有。没人要。这牌互相抓死了啦。这牌没有了，等一下啊，黄调就算一局吧，可以啊，要干嘛？十杠九炮，怎么？八饼，哎呀，哎呀，八饼。我打得很保守哎，大家都很小心。哇，牌一看就是卡死的，怎么办？白皮卡死，这牌一看就卡死了。来，来抓牌，一饼，就是我了。你什么？棒棒，就是你了，就是你吧。这两个还有吗？哎呀，没有，就八个八对，八个八对，这两个对。你两个哇，要打黄了哟！没有扣，刚没有没有扣，黄二要再打一次。南部的两个铜，两个铜还有耶耶！哇，两个铜还有耶！对啊，打了好几个。哇，这个应该没事吧？三万。哎呀，还有四条。哎呀呀呀！我还顶。哎呀，五条。哎呀，你。哎呀，有点哎呀。哎呦。真的耶，怎么那么多二饼啊？怎么没有九饼？六九。哇，我连九都没有。靠，我连六九都在这里。三十五，三十五饼没了，大家互相卡住了。卡死了，那牌小牌底没什么饼就知道了。好，黄庄，来下一把。你现在是落后八百分而已哈。好。因为刚刚一把黄庄。对。对，可惜啊。十一。西风冠军战来，拿着第三把，看看徐乃胜，九球，徐乃胜，陈随意，苏宣侯，来出赛啊，来西风，哎呦，哎呀，跟着打西风小皮包，白皮儿，西风。白的，不要白的，东风。打牌为什么那么多那些碎碎？观众喜欢啊，我不是七吗 ？OK 了，不用七，不用七赢没关系。打一对七，观众都生病了。不是喜欢这种声音，连喜欢花财，连我跟着，你也会拉拉的，所以可以跟着。你不要，我已经很不舒服了。我在你心中。七条。哎，薛红，我好难。又在考虑怎么了？你要怎么吃？我吃好了，打一饼啊。数学老师为什么七条这么美，你还要考虑要不要吃啊？来七条，那么多，那哒哒哒哒，那么多，大饼儿，大饼儿，发财，九饼。公正。中了吗？男的，桃花，八万，哪个都唱歌喽，每次都好吃，每次都要考虑，还那么大四万，
吃八万，那怎样呢？大师说吃八万怎样呢？没有，他们说奶罩吃到手的。哎呦，三个饼。五。陈思义加油哦！加油。中中中。中间的。我靠！哎，七饼。嗯。不要声音那么多。好凶哦！奶罩，奶罩，还有年轻人才叫得出来。马姐也可以啊，马姐也不算年轻人，马姐叫得比年轻人还凶啊。六头，你没有发现我一下桌之后你们就很安静了吗？所以熊熊才要，熊熊要配杂音，对，对，缺少什么？一起去跳舞，缺少了什么东西？就是嘛，一起去跳舞，谢谢。吃一个小鸟，好啊，好一个小鸟，好花，不常开哦，难了，哇，好难玩啊，九万，碰一个，玩，小鸟啊，又是，奇怪了，牌又没有了，对呀，又没有了，最讨厌就是这样，发财。有没有聊？哎呀，一头，嘿，嗯，六万，哎呀，啊，哇，哎呦，你看，不错啊，这牌一定能再打一台，打一条，打耶，就是二条挂了，玩的难追了，二三条全对死。三花，三花，三 flower， 一台，恭喜！哇，手速好强哦！对啊，陈思义，你的八套衣服用基本上，基本上过关的条机会蛮大的。嗯，四千二对五千八，差一千六。好，要糊它，对，要糊它，而且要很多台或字幕，也不用一台就一台就八百。平手的话怎么办？平手猜拳，猜拳，猜拳，那还是我们先猜拳。猜拳就不用猜。来哦，西风冠军战最后一把，五千八对四千二，好，一对胡就是平手。嗯，但是现在是，哎，女庄家也是没关系。对，来开门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十。西风冠军战最后一把，来看熊熊的牌，陈随意，苏炫宏，徐不赢，徐不赢哪个说的那么客气？出赛，换名，换名字的，男的男打掉就不难了。也这个跟我们没有太大关系，你们俩不难了，碰，好，加油啊，西风，哎呀，看你有没有把这把逆转胜了，好不好？这看我要东风牌要。看你有没有把这把逆转胜了，好不好？这看我要补东风牌呀，对，反转就对了。东风，你现在南风已经一台了。我如果胡闲家是要补几台啊？你现在两台就一定赢了。对，我是说，如果不是回到胡到随意，不是胡到我，不是胡到他，东风那就要多了，就要多了。五台的话就是三五十五一千五，四台三四十二，四台就可以。好，四台不容易吧？不会啊，南风就一台了，独定两台啊，心情好三台，心情好，你才四台，心情超好我被八台吗？不开心，心情好三台，你活该四台。嗯，白皮，我就心情要多一台的，对啊，头几个听到，对呀，发财，哎，两台了，六条，哇，水江江好，来九饼，碰。哎呦，都有动静哦！脚力，放在观战。哇，太多了吧？六所。哎呦，哪个最会吓人啊？五，哎，绝杀。什么都一样啊，打六所打九。等等，补花花。等等等等。哎呦，再补花花。哎呦，没有补了。白的。白的。八万，哎呦啊！八万，八万，八万，换牌像是换，我有换的很熟练，八万，八万，哎哎哎，帮帮帮帮帮，哇，嗯，八万，一万，五万，
5-8万。吃，哎呦，他已经两台喽！哇，哎，他南发就两台喽。红中又让他吃了，对，红中，加油！来，给你碰。还好，味不一样，味不碰。北风，西风。五条。吃啊，等他了。三条，我吃。9万，小鸟，小鸟，是一只8条。哎呦，三铺哎，哦，两个都很厉害呢，两个都三铺，对呀，三铺了，小心。我，2万，嘿，白的。这盘就看随意跟宣红谁赢。还有啊？没有没有，不是还很多。不是还有是刚刚摸上的9万。有哪个打过的？补花，杠上开多一台。正花，哎呀正花，三台了，三台喽。哇，这一支枪牌，所以字模就4台。哎，没什么枪不枪了，三万不可。三万，哎呦，24万拆来3万，这是不是生气？看看1、2、3、4万，我的靠，4万，啊，堆心瓜啦，不要生气，哎呀，堆心瓜，什么东西？小鸟，哎呀。我现在可以胡庄家了，因为我3台了。对，多了一个机会。3台、4台、4台。哇，7所。挑战吧。万一。哎呀。嗨。庄家是熊吗？9万。8条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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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心情好4台，3台，心情好。而且我刚刚其实错了，因为我刚刚本来如果吃哪个的4万，我就是听8万。哎，算了，你错很正常，好不好？所以3台是1400，那你还是没有办法，还是没办法，没关系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陈随意，哈，仍然过关，只差200。哎呦，好可惜哦。好，所以呢，哇，我们的宣红被淘汰啦！纯随意，你的衣服6套，又可以多拿1套回来。先寄1套回来了，好不好？现在我们决战北风北累积奖金是19000，上一集没有拿到，好，加油！好，来决战北风北。哇，随意哥又坐到了这个位置，没有关系，没事。不，上一集没拿到，我们这一集就稍微放水，好不好？我输就是放水，我赢的话就是技术。那我就等于嗷嗷待哺啊，嗷嗷待哺。高三一个大二，很会吃啊。OK， 查这个，我们做卖便当的。对，来，所以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满哥加油，随一个骰吧。19000来，是。好的，我们决战北风北，我们先看一下随一哥的牌。哦，在你心里。奶神的牌。哦，在你身体里。这样有点害羞，是不是？不是恐怖，恐怖不害羞。不要恐怖，先出菜。认真打，恐怖哦。出菜吓吓他。香鸟，要不要？不要。哎，可是可碰的吼。可是可碰，天庭 double 哦，可以个。我们现在奖金是19000。好。有没有天庭？没有。纠察。有天庭，他已经会应该会很开心。他会说马上买28套。没有就开。你要赢不？李少，李少，直接开服饰店。哎呀，4勺。4勺。条子他都不要哦。不要。哎呦。所以哪个都丢条子。你看这第3张，哪个就拆你的牌了。6勺要不要？好啊。
一饼，我怎么扣啊？哎呀，假装吓人。二饼。 二饼，你有二饼，有啊，总统府啊，也不要，胃口不好，他真的条子都不要了，吃一张，好紧张哦，这个真的是很难。 我们旁边人好忙啊！对，你们哎，你们哎，我刚他们看，你们抖一抖，等一下抖一抖，一人抽三百，一人抽三百哈，等一下，好，一人抽三百，一人抽三百哈，就一个认真打，不是，因为制作人说可以举打久一点，你要认真，打久一点不是表久一点，要认真。 五条，他五条调这边，一二四五六七，一地的他都不要。哇，抓牌六条，糟糕了，我这样牌我这样子，看怎么转。九条，转一个，怎么都是条子？就是啊，摸这么多条子。好这样子，我怎么弄啊？这个那个他们比我们还忙。怎么弄？我们比你们还忙。对啊，你们比我们还忙。紧张哦。哎，这样子比较火哎，但算了。 大饼要不要？哎，他不要，哎，他会都不吃哎，水哥。怎么了？定格了？怎么会？快点啦！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好，好，没事。没事。总统府。没事啊，他整理整理啦，整理。没事没事，谁眼睛那么虚惊一场？哎呀！ 这个真的，紧张了，本，刺激了，四饼，这个很抉择，四饼要不要？哎，也不要，全部什么牌？什么都打，什么都不要，真的哎，原来他什么都不想要，手指也太多了，真的，靠，一条，好汉，二嫂。 哇，你的条子怎么打不完啊？条子都已经苦一口，一路打条，吃的，门口，哎，别吵，关键来了，不要讲了，很烫很烫，烫到手，怎么了？七条，七条，你来，打一四条，一四饼啊，一四饼啊，对了，饼啊。 所以一四七一条，哎，话不容易啊，还是不行。不容易，不要，又吓人。我们两个在这边打三个四，已经躺在，被你们吓死了。哎呀，二嫂，李少，怎么是先？一手李少。 天杀！现在天杀兽了，你这样不行哦。这样不行，还不能活。这样炸糊了，这样不能活。哎呀，他没办法糊的吃。剪。挑战吧，大神。剪。哎，不行吗？有了吧？不行啊。乌鱼子。 全部摸来的，第一次玩，第一次玩的，对啊，一进厅啊，对，一进厅啊，哇，超赞的！哎，我就这一张哎，真的，他的一张，耶！好棒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就每次带衣服啦，反正带钱，对，不用带钱，对，过来，你拿不走钱的，所以你还要卫冕呢，你的外套衣服到这样还是用得到啦，总有一天让你拿，哇，这牌子没想到，哎，绝六笔，他手上一张六笔，我一开始就一张六笔，一四万三六九铜镜呢，哇，一整个拼呢，我还摸一堆。 条子，条子呢？枷锁也很漂亮。枷锁还有。我们要多是你看，都是不要条子，真的，一直打，一直打。好了。
恭喜啦！今天第一次卫冕成功了，恭喜啦！六次六套衣服就一部轿车了，轿车你也已经拿到两个轮子，拿到两个，没有那没有人够两个前那个车头灯。那下个礼拜拿一个韩国卤风向来吗？对对，慢慢循序渐进啦。那也欢迎各位观众踊跃报名参加，电话是02-8793-5802，02-8793-5802。好啦，谢谢四位，谢谢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好了，拜拜。